的杀青时代今日抢先预告独播，现场演员们的好感情可以从彼此的眼神以及肢体动作看得出来。你只要下一集，因为你是真实情，所以我可以和你好。他肯定要亲我一下。好，我先干，我先干。哦，你帅帅帅帅帅帅，好。的灿烂时代，剧情终于来个苏苏苏 super 大进展，就是这一场执行长亚伦在天桥上强吻小业务曾之乔的戏码，让观众在电视机前也跟着手脚卷去啦。就算是打扫阿姨，也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吧？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啊？季文凯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一个想到你。你是我，到底是要报复你、照顾你、保护你？现在回答你，以上解释，你有我喜欢的。哦，到底是羡慕糖糖被凯开亲，还是羡慕凯凯可以捏糖糖？小记者的答案也是以上皆是，就是这一个吻让认识十年的小 couple 宣布稳定交往中。不过在正式拍摄前，两人可是耍了蛋。紧张吗？有点，因为他好像听说吻功很强哎。看过这个话？有，他吻功很深。因为等一下由你来见识，可是我历练，因为说不定你更强。我有办法吗？对，我本来就是一个蛮会接吻，因为我觉得接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用过就是好评不断，对不对？一世成主顾。很多人说，天哪，你的嘴太好亲了吧？是软的还是 Q 的，还是是有一点？就问李玉芬了，或者你等一下问曾之乔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嘴。不要，我会害羞，你不要这样。